好了，我们已经进游戏了，接下来啊，我们就可以继续了。这个游戏呢，是我们国人制作的游戏，公司是北京的，是一款恐怖解谜类的游戏。然后可以看到啊，一进来就是比较古典型，然后往这边都会有一些画。它呢是分为好几章的，至于多少人，多少章不大清楚。我们现在玩的呢是第一章。就玩普通吧，我妈，好可怕！突然间声音这么巨大的吗？我们在开车，好像这个不用说也知道。好像能听到一些就是虚幻的声音。耳朵旁边很吵闹，哇，中文好拼。爸爸说话声音有点低吧？好大呀，去死吧！哎呀，出车祸了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小女儿吗？一场车祸直接晕了，但是好像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呀。醒醒！行行亲，哟哟，谁呀？咦妈呀！头呢？哦哟！哎呀，这怎么一上来就凶杀案现场啊？快速转身，啊，还行，不是很快。这个是什么？一个扎的针的娃娃，还吊死的，诅咒娃娃八，八是什么鬼呀？哦，我们可以用它是吧？第一章不知道要干什么，但是我们刚刚确定我们在开车，然后醒来之后看见好像是我们的女儿。哟呀，吓死宝宝了！这个钥匙对的这个锁，这个钥匙对这个锁，这个钥匙对这个锁，这个钥匙，哇，要记这么多的吗？最简单的是最简单的锁。好的，铜钱对这个，小鸟对羊头，花花对花花。祥云对祥云哦，OK，音符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摁扇，摁上，不是摁扇，摁上，摁上啊，哦，摁上，懂了。右键返回，我们先熟悉一下操作。在目前为止的话，应该不会有什么怪物出来。Control。啊，可以躲藏，而且上面这个地方是空的。这，我看不仅有追逐战，还得有躲藏战什么的。纸钱，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熟悉的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我们需要用。好的。这边就有一个锁了，这是祥云锁，我们需要找一个祥云的钥匙。哎呀，疼！这怎么有个白布条子呀？呦呦呦呦呦呦，谁？爸爸，我姑娘在哪儿？我女儿在哪儿？等一下，女儿啊，我一会儿去救你。我不知道这些有什么用。
青花，青青火柴。我有火柴有什么用？无法使用。啊呀妈呀！什么东西？咦咦！里面全是虫子啊！我们要驱虫剂是吗？好吧，过不去。我挺畏惧的呀，多吓人呢！一醒来，旁边有一个尸首分离的人，你们不害怕吗？我都觉得害怕。上面写的什么？河六阳阳威，威阳六合，什么玩意儿？我们可以躲啊！好好好，哇，这有写字，妈呀！胶片，我们现在这是要去唱歌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放歌了吗？我就只能跑一下，看哪 ，shift 不管用，只能跑一下，就是躲闪用的。平常走就得慢慢走。唱片变形了，无法放置，踩两脚啊！哎呦！我现在还不怕，我现在只顾着牙疼了，我牙疼的不行，呵呵，现在赶不上疼了。哇，这么多锁吗？我并没有什么东西，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用身上已有的道具来做一些什么合成一类的。等一下，这个好像是没有锁，嗯，好吧，是从外面锁上的。哇，我听到了电视的声音。这些碎瓶子可以摔烂吗？这个瓮我也躲不进去。这是一个雕像，这是一个雕像啊，并不是真人。这地上搞了点，哎，不能使用，这个是啥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唱片机。高温会产生变形啊！我们看一下谜题，留声机广告。嗯，完全搞不懂。我们现在得需要点着啊，我现在点不着啊。我看这样子能用吗？现在我们得先把这个火点了，然后把它烤一下，就烤平它。但是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，我去哪儿烤？点蜡烛吗？哎，这有一个蜡烛。哎，这又有什么？地府通用钱币啊！我们要是遇见鬼，要给他们烧纸钱，是这意思吗？哎，烤平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用不了了。纸钱目前是烧不了的啊。吓唬谁呢？你看，我就只能跑一下，真的 ，shift 只能跑一下。我头一次见到这，妈呀！别上面突然间掉下个吊死鬼，吓死人嘞！天呀呀！我天哪，这个场景我在唱歌，绝了！你们不觉得吗？放，我应该还少一个东西，就是把它摇起来，对吧？嗯，这个道具要这么难找的吗？这看来这个道具这个东西都很细致哦，很细致。我们就只能在这边附近细细的搜刮一下。我们要烧下钱币是吗？这个也搞不了。那我们试烧下钱币吧。
烧不了啊，烧不了。那我们能用这儿吗？哦，可以。我天呐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不是吧，这样都行？驱虫药，嗯，好的啦，好的啦，我们现在有驱虫药了。哎，然后用一下哈，不都是花露水？你看，真的是绿色的花露水。啊哈，摇把。啊，这道解谜该怎么解了？这个游戏不是今天才解锁的吗？怎么你昨天就能看到这个游戏的解说了？这个游戏今天下午4点钟才解锁的，我觉得我玩的挺早的了。你是在哪儿看到的？这么厉害？AD 呀呀！这样都行？AD 哦，祥云锁。这游戏能保存吗？它是自动保存的吗？希望是吧？我主要想看看他的死法。我们就这个祥云锁。哎，那就是这个，颜色长得都一样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锁定成什么呢？哎，别，好可怕，门自动关的。这是一个没有做成的娃娃，烧香。铜钥匙，火柴，腰牌，书童，明儿，人物关系。哦，看来这一家子都死得很齐呀。我干嘛要点呢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这个房间是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房间是一个安全房。哦，真赞！得，我们还得再回去。记住这个安全房，remember。叫啥爹是什么？哟西，好破败呀！嗯，有东西 丫鬟丁香，这不愧是贾府吧？柳先生日记，夫人多年无法怀上孩子，怎么画匠刚刚进去不久就怀上了？这是蹊跷，老爷竟然没有丝毫怀疑啊！看来我们的男主这个精神病越来越重了，是吧？脸上胎记怎么了？哇，so this，
看直播卡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全都疯了，楼上定是出了大事啊！啊啊啊！怎么了？